bon bay, nous besoin manger, nous besoin de l'eau, pas gen aucun petit aide qui vini pour zone là. 看到了海地，几天前啦，一波的地震，好凄惨。现在呢，美国、台湾还是呢合力在关怀中。啊，迄个所在呢，加在五神父、五居士。这个都是师父的弟子啊，因住在那个所在，神父呢也回来皈依，也是呢做慈济事，蓝天白云，真的这皈依啦，都是呢慈济在那里的种子，爱的能量，他们。就地造福，所以吼，这无有宗教的隔阂，有的呢是大爱当前，所以只要有大爱，有当前，未予宗教所阻挡。他皈依的时阵，我嘛甲伊讲，你还是呢天主教。但是呢，是师父的弟子，还是呢做慈济，所以他都愿意这样去付出。看到了一些画面呐、啊，都会想起了许许多多的慈济走过足迹的历史。那一份的情，就如23年前，在1998年呐、啊，那有乔治、密奇、飓风等等呐、啊，几个飓风呐、啊，中美总有几个国家，真的是灾情很大。他们的国家很脆弱，而且呢，那样原来都很穷，经过这样的饥荒啊的回水，那个时候，慈济人呐、啊，第20几年前，我们大家来呼吁，依靠有情人，三。我们呼吁人人去经历山，古山关出来，破的爱报，垃圾的爱洗，要把它整理好，表示尊敬。慈济人总是那样的诚意，真的要捐出来，或者去看不来的山，都是经过洗，经过烫。经过补，纽扣掉了一颗，就要把所有的换掉，把纽扣呢补上去，整整齐齐。这都是慈济人在那样的时代了，克难式的呼吁大家的爱心汇集。那就是动员慈济人要惜福，所以呢，要洗，要烫，要补，让它过几回整整齐齐装箱，就是要运出去。那个时候记得有细卡会轨运到海地去。这就是20多年前呐、啊，那海地呢，到现在20多年呐、啊，咱拢无等一地呢，伫咧关心。那现在的海地呢，又大灾难，我们呢，又开始呢，又要
如何帮助让他们翻转人生，这都是我们菩萨道了，永无停歇，哪里有灾难我们往哪里去，哪里有苦我们就哪里呢去拔苦，哪个国家有灾我们应该就是要到哪个国家去付出。在我里面拿的座位里，前面的桌上铺了一张地图，全球的地图，我天天呢面对的地图，那大家来看了地图，我都说在这里，或者是有人来报灾难，哪一个国家，或者是我们在进行中的，他们呢会来报给师父知道，我就会问他说在哪里，他们都会哦，就是在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的哪一个城市，他们呢就会在地图面顶比啦，让我更能理解。那这个地方没有慈济人啊，或者是人力少啊，要如何发放？就近哪一个国家可以去支援？所以就需要这一张地图，哪一个国家就近有慈济人跨国救灾，所以我天天都要在这样的地图上。这就是慈济55年了，今年已经55年了。慈济呢120多个国家去做救灾，所以会想到了55年前啊，零，从5毛钱呼吁开始到现在哦，时间累积一切，人多了，点滴汇合，才能这样做啊。各位慈诚委员，大家呢一定要把握因缘，不是名称慈诚，名称委员，名称慈诚委员呢没有去招募到了这菩萨，过去慈济啦，每一位慈济人见人说慈济，看到人呢把他拉进来当会员，看他热诚就陪伴他，让他成为委员，这叫做一生无量。所以我们现在委员慈诚几万人都是在早年啊，是这样来。期待现在我们又要开始这个精神再呼唤回来，真正的要身体力行，见人说慈济，慈济呢让你天天分秒说都说不完啊，只要你用心走入慈济的历史，看哇，20几年前那当中的海底，那你当中是怎么救？也许在那里祭杀、洗杀、剥杀、装箱、装火柜，去到海底，不定就栽祖了，也有出过力，也不定到，也可以分享啊。我们做了多少？这叫做生命中的历史，可以从自己生命的历史分享。这
都有，这都是教义。我们未来的年轻人，你们的下一代人，要以身传家，以善传家，也要以善传世，用心来传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才会有希望。